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刚才误会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是我不对。哎，苏总，这不是李导说我们抄袭他们的那家公司吗？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和他们里应外合，我已经在调查。那查出什么眉目没有？像是有点进展吧，先不要跟其他人说。好。 秦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开完会。我听说苏黎没有拿到那个国际项目，你当初是怎么给我保证的？这个，我手上这个奢侈品文具品牌。 是第一次找中国区代言人，如果苏黎能接下李导这个项目，确实是最佳人选。那就没问题了，李导对苏黎姐很满意，接下来的选本会也只是走个流程而已。那苏黎接下这个项目的官宣是什么时候出来呢？快了。你别着急，这不还没最终定下来吗？品牌方跟在我屁股后头催，问我苏黎什么时候官宣，你们这到底能不能成？ 不然赶紧把前期的定金退给我，本来合同签了条件就是苏黎拿下李导的项目，你们再不行，这属于主动违约。苏黎姐还在周旋，这个项目不还没定下来吗？这毕竟是个大项目，没这么快就能定下来的。劳烦你跟品牌方说一声，再等几天。行吧，一定要着急哈。好嘞，事成之后咱们吃饭庆功。 当时以为苏黎姐能够顺利拿下李导的项目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喂，苏黎，你是这个手机机组的朋友吗？我是啊，你是谁啊？ 这儿喝了一整晚的闷酒，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人已经不清醒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别喝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那你是谁出卖我？哎，别喝了，你喝多了，我带你回去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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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
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起来，咱们喝点水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为什么要出门？为什么要出卖我？你说，你说到底是谁出卖了我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婚姻、爱情。做，我就想好好的把我的事业干好，这都不行。你们为什么要逼死我？我要你拍和苏黎的亲密照。喂，钱总，我刚想跟你说呢，离岛那边的事情有进展了。不用了，我这边已经找到新的代言人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咱们不是已经说好的吗？品牌方不能忍。再说了，我为了这事都和别人吵红脸了。你们这边速度也太慢了。这样吧，你们违约的损失我也就不追究了，你走个流程，结束合同，把定金和你那部分费用啊一起退给我。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不是，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么多钱，公司提款也要走流程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我这边也急需用钱呀，你要不行，我只有找苏黎要了。就这样吧，钱总，钱总，钱。满意了吧？别忘了你的承诺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。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我们银货两讫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。那就好。看到这个了吗？苏总跟王维德的合照。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们俩怎么不会在一起照照片呢？
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个新闻看到了，刚发的。周星宇的男人是你们什么人？你们真的是情侣关系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为什么数码相机里面显示的时间是在您和张书恒的婚内？所以张书恒和陈莹莹的事儿是您找人设计的，是吗？无稽之谈。记得当初我跪在这求你，你都不肯放过我吧？现在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人，今时今日，却不同彼时彼日了。你要是肯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会考虑放你。各位，我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就是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。要不是出了这件事情，苏黎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。大家不要被骗了，照片上的这个男人是苏黎公司的编剧，毫无编剧经验，居然能加入知名的编剧团队。请问苏大编剧到底看中他什么了？我公司招人不需要你指手画脚。怕不是看中这张脸了吧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今天苏黎这件事情被爆出来，我也不吐不快了。其实苏黎早就婚内出轨了。真没想到啊，出现这种事情。他前脚刚离婚，后脚这个男人就进了公司。你的意思是，张书恒和苏黎双双婚内出轨？我跟张书恒是清白的，是苏黎自己，他婚内出轨，被张书恒抓到之后倒打一耙。他仗着自己在业内的地位高，资源多，就把这个锅甩到昔日好闺蜜，也就是我的身上。他还威胁我们，要是我们不认的话，他就让我们从此在影视圈消失。我们忍气吞声的后果，就是让他有机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受害者。赵书恒现在还躺在医院呢，他现在成了植物人，说不定也是苏黎的手笔呀。不过好在苍天有眼，让这对奸夫淫妇的事情被爆出来，我也什么都不怕了。妥协只会让坏人更坏。胡说八道，大家不要相信他。我没有婚内出轨，这照片是假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拍过。啊？没拍过啊？那意思是事情是真的，照片是别人偷拍的了？你要但凡有一丝愧疚，现在都应该无言以对吧。苏大编剧说真心话了呀，照片上的人不是我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你给我发誓，你今天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陈莹莹对天发誓，今天说的话要有半句假话，我就不得好死。
那我就看你怎么死。为什么不拍了？为什么要出卖我？我那份文件是我故意让你看到的，就是为了试一试。我走的时候在那份文件上做了一点手脚，谁要是碰了，四警戒。就只有这些，只有他的指纹。对不起，我和你无冤无仇。说吧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。是陈云，他买通我，让我接近你。想要报复你，我是为了钱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继续拍呢？不是为了钱吗？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再做出来伤害你的事。我现在就去跟陈莹莹说清楚，我不干了。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，就继续干下去。网上流传的所有我与苏女士的照片是 P 图的，原图是电视剧剧照。大家请看一下。你骗人，这就是真的。不光这些，我们在拿到这些照片的时候还联系了微博上的营销号，大家拿到资料的途径都只有一个，都来自于一个微博小号。陈女士，你要不要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小号的 IP 地址是你租的房子？陈女士，请你解释一下。想不到你勾引男人的手段还挺厉害的嘛，勾勾手指，男人就像狗一样被你牵着走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请按照你的誓言去做吧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瞧不起别人又忍住什么都不做的样子。对别人来说，是最黑暗、最阴冷的存在。我们一辈子，我们一辈子追求的事情，对你来说是玩腻了，不要再拉扯那儿了。为了拍戏，我为了拍戏赚钱，我夏天要穿棉袄，我冬天下冰水，而你呢？你只需要勾勾手指，在空调房里打打字，你就能赚钱。我为了争取一个角色，我要看清所有人的脸色。而你，你为什么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啊？凭什么？我今天所有的一切，都是靠我的双手，一点一滴的。真厉害呀！这么厉害，怎么连个孩子都保不住啊？你被骗了。
张书恒根本就不知道你流产的事情，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特别难过，特别恨他呀？我就是想看到你痛哭流涕的样子。以前我真的不觉得你和张书恒是真爱，一个人渣，一个小三，能有什么真情？现在我明白，你们两个人渣才是最配。张书恒因为打我进了监狱，而你要因为诽谤我再进监狱，这也算是一种殉情的方式啊。你。幸好没有伤害到你，苏黎姐。我那天本来就应该跟你一块去的，可你非说自己有打算，我都快吓死了。还好这王维德还算有点良心。怕什么？我的性格谁能骗得了我啊？苏总，钱总到了。钱总。刚刚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钱总聊会儿。请坐啊。你说的我都已经清楚了，那咱们保持联系。好好好，可以。哎，好嘞。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听见了管理员说离开的时候要填什么访客信息，我不太会填，能不能刚刚帮帮我？刚刚，送一下钱总。好的，钱总。你来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只来找苏黎联络一下感情。不过这星期内啊，你要不把钱退给我的话，下次啊，我就要找他谈正事了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你也是运气好，伤口不是很深，注意点，别碰着伤口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我进来前还没有这束花呢，谁送你的？怎么没有进来呢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现在不能乱动。苏黎，
你怎么不进来？我问了医生你的情况，知道你没事儿，然后我就放心了。我所谓进不进来看你，对我来说很有所谓。我欠着你这句话一直没机会说你，对不起。为了钱，我欺骗了。对不起，曾经帮我趁你喝醉要拍照片的念头。从一开始我就带着目的接近你，欺骗你的感情。没关系，最起码最后你还是收手了。我只希望以后你别再为了钱再去欺骗别人。不会，我骗了你也骗了自己。我骗自己可以控制对你情不自禁的喜欢，但是发现原来做不到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可以祈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太对的人，本就是个错，就别一错再错吧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有没有喜欢过我？那是一瞬间。回来吧。嗯。哎呀，这外面下了那么大的雨，你要回来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接你啊。这身上怎么弄的？哦，刚才有个水坑，有辆车经过，我没注意，就溅了一身泥。解脱了，没事，你洗。不用了。没事。把鞋子弄脏了，就很难洗干净的。想好了，就听你的，咱们离开这个地方吧。真的？嗯。怎么突然想通了？我做的那些事情快要瞒不住了。咱们什么时候走？越快越好。我明白。但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，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些资本，不尽快。先别吵醒他，这场好戏不能不参加。一切虚情假意让我觉得无比廉价。你编造谎话，我不会继续犯傻。清醒吧，我们做不成爱人，还能继续做冤家。可是生活就是这么千变万化，所有越稳定的就越容易崩塌。你擅长创造游戏，而我乐意做玩家，就当是给你一份最甜蜜的报答。亲爱的，你不要害怕。你看没看过烟花灿烂后什么都不剩下，美丽的景色谁都不会想去辨别真假。正如最危险的路上，也许开满鲜花。不管千方百计策划，也总会有偏差。所有自以为战无不胜的经历都是笑话。喜欢踩在两条船上，不如看看脚下，究竟是爱河还是不见你的悬崖。